他说五的一百次方为几位数？来听老师讲话，你们告诉我 log 二四几？0.3010，对吧？问你五的一百次方为几位数？老师们就要问你，几位数怎么算？把抓起来取什么 log？ 换句话说，把五的几次一百次抓起来取什么？取 log。行不行？之后麻烦你把次数往前飞。对，一百乘上 log 几？五。很抱歉，题目给你 log 五，没有。他才有给几 ？log 二。我们讲过好几次了 ，log 五怎么算？一减掉 log 二，有没有印象？所以一减掉0.3010，因为 log 二题目是告诉我0.3010，算算是零点多少？6990乘上100，算算是69.9。告诉我手数是几？手数是几？69，所以加一之后，它是几位数？70位数。OK， 好不好？手数是69嘛，加一是几位数？70。OK。